不行，我一定要在那女魔头大成之前将她放出来。这女魔头又有何动向啊？小雨没有动向，倒是那四大恶人在江湖上宣称庄主跟小雨不和，庄主还将小雨打入大牢。天助我也！趁此机会。 可以将那女魔头放出来了！可恶！这四大恶人罪大恶极，煽风点火，动荡江湖。本庄主为了黎民百姓，只好将那女魔头给放出来。 想帮我们出去吗？谁说要出去啊？作为圣洁心灵域最优秀的囚徒，你可以出狱了。若是我不想出去呢？我走。 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本庄主一定满足你。真的？我要你娶我也可以。<笑>那顺便把订婚画也提上日程吧。订婚画？既然你我二人在百姓心中已是一对模范情侣。 那么，让大师做上一幅订婚画，宣传你我二人的正面形象，好让百姓放心，让江湖安心。否则，百姓怎么能相信庄主收服了女魔头我呢？百姓不相信，又怎么能平安度日？江湖又怎么能风平浪静呢？你在威胁我？ 小雨不敢，小雨只是针砭时弊的告诉庄主目前的形势。现在百姓已经知道你把我关了起来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想啊？自是这女魔头罪大恶极，被本庄主关在了圣洁心灵域接受教育。哎，庄主还是太天真了。 不明真相的百姓一定会觉得庄主是在刻意塑造恩爱人设，甚至会觉得你虚伪、自私、奸诈、狡猾。停！别说了，我答应你。哼、嗯，什么？承儿将那个女魔头放了出来？是的，夫人。那女魔头还提出画什么订婚画以做宣传？订婚画？ 素心打探了，那订婚画的场景都是庄主和那女魔头共同经历过的场景。那女魔头想借此机会恢复晨儿记忆，将我晨儿占有，太可恨了。夫人，素心有一妙计，希望这订婚画能够让她想起我。肯定会想起的，你费了那么多心思。 还原服饰又还原场景，肯定能勾起他的回忆的。好好表现，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。我跟你说，来了，这个好看吗？你们快给我点意见呀！啊，你往后看。 Yeah!
这粉色是和我，。你把这件衣服穿上。粉色的不适合我。订婚画不穿粉色，怎么能体现出喜气呢？不体现出喜气，又怎么能让百姓相信，让江湖平息呢？你还是不是那个心怀天下的穆绝尘，那个深明大义的穆绝尘？我就是那个穆绝尘。不错，出战告捷，接下来就让他在这里找回记忆吧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种花呀。我为何要种花？你不种花，怎么能体现你跟百姓同心，一起劳作，同甘共苦？难道你想塑造一个高高在上的君主形象吗？一个把人民百姓踩在脚底下的形象吗？我是你上一句话里面的那个穆绝尘。停！这画面呀，太不和谐了，构图太不完美了。要啥完美啊？赶紧画！等一下，这订婚画要全江湖发放，本庄主容不得一丝一毫的瑕疵。现在是女魔头在指导庄主种花，这江湖人士会怎么读解呀？会怎么读解？大家肯定会觉得现在女魔头在挥斥方遒，而庄主在伏低作小。继续，庄主的光辉人设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这构图不和谐是小，庄主的人设毁灭是大呀。我看还是庄主指导千羽姑娘种花，这样才能体现庄主的无敌人设。好，我欣赏你，此话有理。这花你自己种吧。我种？为了本庄主和千韵山庄的名声，这花只能你种。我要是不种呢？你不种，我便不种。不种便不种。那今日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。小雨啊，多大点事，这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这一个人种总比没人种好吧？这万一还能找回庄主记忆呢，是不是？好，好啊！哎，往前，往前，这！别晃我眼睛，好看。砸我！砸我！这样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的，我就喜欢你霸道的样子。这女魔头果然口味刁钻啊！如若这样传扬出去，那岂不是将本庄主塑造成一个暴力的形象？你砸我，若是砸得好，能显得你内功深厚，武力爆棚。难道你没有武功的事，想闹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了，你又怎么保护千云山庄？到时候江湖必定掀起一些……好，我砸，我砸。希望这熟悉的手感能让你想起我。慢，庄主，难道你忘了治理山庄的理念？要什么理念？赶紧砸！等等，这个雪球不能砸。这就对了嘛，庄主慈悲为怀，从不动武，就是遇到纷争啊，也是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还是你深明大义，我的身边不能缺你。换一个画师。鄙人自荐，鄙人曾任书画坊的坊主，舞文弄墨什么的，那是最擅长的。
就你了。是。看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清风送，青丝染尽绿窗。难道是我的错觉？他刚刚的表情怎么如此忧伤？不不不不，我怎么能对这个女魔头心软呢？你怎么雨天放烟花？你不是说雨天更有意境吗？新秀，开始吧。家的笑声，浑浊苍老的眼眸，若掠过年少时候，还能为你低头。庄主啊，庄主啊。你俩不能只杵在这儿啊，加点动势，不然这画面太干了。哦，对，你看这样怎么样？要不这样呢？我的庄主啊，这是订婚画，不是让您指导工作，你。深情一点，温柔一点。啊，你看看人家小笛子，小笛子这个表情可好啊，充满了张力。您再看看他的眼神，像不像在诉说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？整个画面立刻就饱满了。我说庄主啊，就这个表现力来说，您跟人家比。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。什么？我比他差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好好表现表现啊。停！这个姿势趋于完美。本庄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输于你。分了些啥，一场笑话，一株沙，白纸上的一笔一画，本可以好好的做。我怎么可能上你的当？可竟想看偶尔打卡，靠直觉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我就要和你做一对花心人家。你看着我，让你说出口，我便不会再强迫你。不讨厌。
穆庄主来了。记得这。想不到这魔音杀伤力如此巨大，不行，我一定要阻止惨剧的发生。定是因输给我愤愤不平，准备用独门武功天龙八音弹出可以震碎听者耳膜的魔音，用伤害无辜百姓的方式报复我。怎么办？本庄主早该想到女魔头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继续啊。怎么了？你是嫌我吹的曲子难听吗？哦，主要是百姓凡躯肉体，恐怕受不了。再一次成就苍生，也是种功德。小蝶，我们不能再让他一错再错了。萧雨被欺骗的太久，父母之仇，我来替他报。沈明修来了，他怎么来了？应该是沈明修看到订婚画凑不住了，决心出手带走女魔头。天助我也呀！这样夫人不用动手。便能制服那女魔头。禀庄主，门外有一位名叫沈明修的人求见。没看到庄主正在作画吗？让姓沈的那小子出去。是。慢着。庄主。沈明修。沈兄，这许久不见，你可安好？在下此次前来，就是为了协助庄主一同净化那女魔头。千秀，哎，准备一间上房。是。不如这样，你住我那房间，既不让女魔头发现，又能睡得安稳。也好。
别拦我，今儿谁也别拦着，我必须得离开千羽山庄。小雨干话。沈大哥，他又来了。岂有此理！我这明媒正娶的还没有，他们俩怎么就睡了呢？哎，不对啊，沈大哥不会是想对穆绝尘不利吧？啊，我已经安排千斩守护在少庄主的身边。嗯。怎么是你？小雨，别来无恙。寂寞的人怕的不是寂寞，而是不知不觉习惯了孤独。想我无情一生杀人无数，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我绝情绝欲，断绝一切杂念，为的就是完成任务。现如今我大彻大悟，一心炼丹救治百姓，为的就是洗刷我身上的罪孽。而此次我不远迁，三位给点面子好不好？我抒情呢。无情啊，不是我们不想听，是你这心路历程也太长了吧。是啊，从正午讲到现在，这都足足四个时辰了。三位有所不知，没有足够长的铺垫和气氛烘托，怎么能够达到最终的高潮？怎么能够显示我心系绝尘兄弟？此次闻听他失忆的传闻，我不远千里迢迢来到此地，一路跋山涉水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日夜兼程赶路。来，你就直接说你有没有办法就得了。再次给三位介绍一下我的新身份，绝命药师无情。这样，那你可有恢复记忆的丹药？我绝命药师的什么玩意儿？恢复记忆？那自然是有，在下会研制一种名叫九玉丹的丹药，保证药到病除，定能恢复我绝尘兄弟的记忆。啊，这要怎么研制啊？不好，这千羽三绝被女魔头给迷惑了。师兄，这千羽山庄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了。师兄，你竟然！为了保护我，藏了一把匕首。你是怕女魔头加害于我吗？放心，她的弱点我已经找到。诸位，跟我来。是他？他是谁？曾经的第一杀手，无情。后来不知为何金盆洗手，隐居山林，现在是一名绝命药师。这女魔头知识恶毒，竟然让这第一杀手重出江湖，定是在谋划制作毒药，向百姓投毒，以控制整个千羽山庄。届时他再以百姓性命相逼，逼我和他成亲。
那庄主有何计策？定不能让他们制成毒药。经过本庄主近日的观察，这女魔头有一个弱点，那便是无法抵挡本庄主帅气的颜值。只要本庄主轻轻一撩，她便迷得神魂颠倒。哎，本庄主一向认为我长得帅气这个优点它毫无意义，却没想到这个优点是拯救江湖的关键所在。小雨，你看什么呢？本庄主在叫你呢。庄主这么早来找我，莫不是已经算好了大婚的日子了？我果然猜出了这女魔头的所思所想，我定不能让她奸计得逞。本庄主说过，这感情之事要慢慢的培养。你要去哪儿？我来陪你。茅厕。一起吗？居然用这么粗劣的借口，看本庄主见招拆招。你不是喜欢这样的霸道的方式吗？正是妖姬。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你以为你的小伎俩，本庄主 ？Baby。庄主，你这是要做到毫无破绽，万无一失。他们来了，果不其然，定是和那杀手在采集毒草。穿这么严实，我怎么下得了手？只能将他推下山崖了。不好了，他们来了！呀呀！沈君救我！那俩人谁啊？我绝尘兄竟然抱着别的男人！穆绝尘！绝尘兄！沈兄，沈兄！对不起，绝尘兄，沈兄，绝尘兄，哎呀，对不起啊，伤中没有啊？伤中哪儿没有啊？绝尘兄，你可还认得在下？是我无情啊，啊！我怎会认得这天下第一杀手？什么？我不想再重复一次。兄弟，我为了你金盆洗手，我为了你不远千里来寻你，为了你我上山采药，你却嫌弃我曾经是个杀手。上山采药？哼，你说的轻松，我看你们分明是在制作毒药。穆绝尘，你给我适可而止，我们没有在做毒药，我们是在做能让你恢复记忆的九玉丹。哼，恢复记忆？今天的我比过去的我更加的优秀，我为什么要恢复记忆？再说了，这光天化日，你们俩又鬼鬼祟祟的上山，又如何证明你们是清白的？小丹丹，我绝尘兄恢复记忆就靠你了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他今天有多过分，他今天有多伤人。
沈兄，沈兄，你在哪儿？我来救你了。沈，好像他不在这里。还好，不如趁此机会，将此毒药毁掉吧。在哪儿呢？这么毒药。这么简单？穆菊尘，你在干嘛？你果然有问题。如果这不是毒药的话，你为何严防死守？本庄主就将此药毁掉，看你如何飞火神剑。你怎么就确定它就是毒药呢？若不是毒药，你为何与无情联手？若是你为天下苍生，那你为何鬼鬼祟祟的？就凭这个就能判定它是毒药？你这个庄主未免也太武断了吧。若是你问心无愧，此毒药你敢吃掉吗？有何不敢？自有弹性，果然是毒性废。完，这么简单？穆绝尘，只是我不。